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革命篇29，这个28、29、30，这个三句话都是画图咱的心内的三多烦恼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三教所讲的完全共款，这是古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共。佛家即个叫做三毒，咱啊现在话叫做病毒，这是最严重的病毒。不但会杀害咱的生命，咱的身体后边无健康短命，这个代志也是小事啊。伊伤害发生为命的代志较大，为什么咱堕落伫轮回内面有量劫来拢无出奇啊？论伊根本的因由，就是三毒烦恼无洗清气啊。咱每一个同学，无论你成长伫什么所在，你现在生活环境是啥款，只要你有缘听到佛法，听到一尊佛菩萨名号，你的缘分就无欠了。佛的经上甲咱讲，无量劫来所证侵害善根，你才有机缘听到佛的名，看到佛像，看到经珠啊。这是说明咱学佛不是这一生，这一生哪有可能有这样的侵害善根呢？有主知影咱无量劫进前就捌拄到佛法了，就捌修阿弥陀佛法，为什么未当成就三毒烦恼无断清气啊？感应篇顶面这几句话呢，实在讲是啊，教咱断三毒烦恼入手的所在。咱来注意啊，推倒出笑，这个是儒家讲，这欠嘛，讲到辅助的德行，注意知影，两句顶面，弟子因对辅助的赞叹。温良恭俭让，孔子伫中国
比尊的万世师表，师就是咱的模范啦，是咱的典型。这个模范在倒位，就伫这五字哩。伊一生做人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即谦、忍让，伊代表中国人的美德，所以伫生活一定爱即谦。会省就爱省，我会当节省一仙钱，我就会去帮助别人一仙钱。念念当中想着帮助社会、帮助众生，家己的生活会得过就好了。受了不完啊，这个忍辱尤其重要。推倒出孝啊，注意想看卖，就是布施啊，帮助你断贪啊。忍辱就是啊，断嗔恚啊。所以忍这字。佛教界众生是列为最重要的一个科目。咱伫个大乘经上看到，佛令忍，伊啊，即个尾后伊用一段话，涅槃经顶面呢。一盘经顶面有这款一段经文，伊讲佛陀在世时阵，捌有一个人赞叹佛是大福德相啊，确实佛真正是相貌庄严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。这款代志，佛的经上也讲得真清楚。我为什么要实现上好呢？经上甲咱讲，菩萨成佛，也就是菩萨修行到智慧福德圆满。智慧福德圆满，并不代表说你的相貌圆满。相貌是属于因果，所以菩萨证道啊，无上菩提了后，还可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。一百劫是真长的一个时间啊，修什么呢？修上好啊。为什么要修上好？为了度众生啊，众生着相啊，众生只看外表啊，外表未当服人，众生就不肯接受教诲了。所以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去修上好，那就是正善因的善果啊。但是要知道他那种善因善果不是为家己，是为众生啊。三十二相大家都知道有公众实相，公众实相是什么因呢？不蒙悟啊，
好是一种业，就开始圆满，不忘语，不求，不良舌，不忌语。所以佛的嘴子吞出来，会将规个面都扛掉，那无这能力啊。佛经讲啊，你的嘴子吞出来，当去钻着鼻啊，你三世不忘语。你啊，这有这个好相啊！所以佛的嘴子伸出来看着面，大家无会通讲佛的话诚实，绝对无妄语，妄语绝对袂有这种相。这大家相信咯。所以佛修一切啊，拢是为了众生啊。这个人称赞佛是大福德相。别人就问讲，你哪会知影呢？伊讲了几落项代志。伊讲世尊年纪古生，年龄三四十岁，孝忠，慈心啊。但是安怎呢？佛性格非常温和，一点啊粗暴态度拢无啊。你甲拍，伊无轻挥；你甲骂，伊也袂发脾气。这个唔是大福德相是甚物呢？佛的三十二相，咱学袂到。迄毋是讲一下啊，就会学会到。但是一个讲法，咱会当啊去学习的啊。温文儒雅，和蔼可亲啊。受辱，那无不服，连不服的念头都拢无。这是大德，这是真正的福德相。那如果遇到这款代志，爱随顺佛的教诲，绝对唔通随顺家己烦恼。那随顺家己烦恼，麻烦就来了。随顺佛陀的教诲，才是考验咱家己的福德有无。家己有福德，就心平气和。那讲家己心内也有一念嗔恚的念头，一念无欢喜的念头，家己立刻就会感觉到福报啊，无福啊。无福报，那袂当帮助人，度家己也是无办法的。你看，佛教导咱福慧双修啊，将福放伫头前啊，慧摆伫第二啊。这个摆的顺序，容易就真深咯。中国古人常讲福至心灵啊，也都是将福摆在头前。一个人福报现前咯，人忽然间就聪明咯，智慧就开咯。这是说明福甲慧是一，唔是二。
你会开了，一定会向你修复。福报现前，人啊，一定就聪明啊。由此知影，咱是既无福，又阁无慧，也阁唔肯修。咱来成就呢？要安怎修？方法太多了。三教圣人，教导咱的方法，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无量法门。你只要掌握到一个法门，你就成功了。哪讲你爱进修啊，爱认真做啊，不是进修是不用的啊。这段文里面最后的一小节啊，引用田选的话来讲，伊也是教咱入门的方法。伊啊，这个话讲啊，真正趣味。伊讲灭灭灭，无限新鲜将处得。灭是伫灭啊。这个话安尼讲咧，大家听下无啊？咱换一个句话来讲，较少开嘴，较卖讲话。你看咱念佛堂。禁锢、止锢，你会当止锢，你就会做神仙啦。您想看嘛？伊讲这个话有意思无？凡人袂当做神仙，会话太多了。你那当作神仙呢？心嘛定袂落来啊！这是真正好的方法啦、啊，较卖讲话。可怜家人，兼讲。给听，现在甲注意讲，唔爱兼讲，也爱兼听，最好卖听。为什么呢？你所听到遐物件，拢是烦恼啊！正中你的梦想不明啊，正中你的分别执着，现在物件未当听，未当看。四大天王教导咱呢，你甲看这个西方天王、公墓天王，公墓叫咱加看；北方多闻天王叫咱来加听。迄、那个加看加听，主要知影，唔是咱现前这个阶段。眼前咱的阶段要学啥人呢？学东方天王，学南方天王，因两个人教咱的。东方七国天王，南方正中天王。七国天王教咱什么呢？教咱负责尽职。这个话啊，要对深处去看。就是尽孝尽忠，你想法对无？忠孝伫咱头前有讲真侪摆咯，讲甲真正详细。东方天王教咱的啊，
咱家己的本位上，将家己的本位工作做到尽善尽美，就是尽忠尽孝。人人将家己岗位工作做好，社会自然就安定欢迎。世界一定是和平，个人将个人家己本位工作做好就好了。南方天龙增长，就是教咱求进步。儒家讲的立身有心，佛法讲的精进，学问要有进步，德行要有进步，才艺要有进步。甚至说我们的生活水平也都要进步，每项都有进步。所以佛法不是修旧的啊，我这么多年来四季勉励各位同学，佛法一定是现代化和本土化，这两句话啊，实在讲是我讲出来，但是不是我发明的。佛法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两千年前，汉明帝礼请摩庭、德法兰两位高僧来中国，因来到中国了后，立刻就中国化，穿衫穿中国海青，风袍大领，穿中国的衫，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，建立道场形式、用电色的也是中国化。无将印度迄套的模样搬来中国，伊知影本土化，所以中国人才欢迎啊，才接受。做佛的像，你看佛像是中国人的面，这个看多亲切的。所以我在美国跟美国人说，佛教没来美国啊，美国人真奇怪，美国佛教真多啊，为什么说美国没有佛教？我就问他，哪一尊佛像，哪一尊菩萨像，那个面子像你美国人。所以佛菩萨没有来美国啊，去美国的是华侨啊，是立侨啊，不是真正美国人啊。所以一定要知道通本土化、现代化，这个教育才会发扬光大啊。佛陀对于我们的教诲，我们要知道佛沉默寡言啊，无废话啊，如果是有人提出问题向他请教，他老大人给你解答，你无问他不会说，你如果无问看到佛陀，佛陀无半句话，心就很清净的，无说就是说，无教就是教，教你什么？教你较卖讲话啊。第二个就是聊啊，伊讲聊聊聊，千载万壑一时消啊，聊就是俗道。
原谅别人，唔通甲别人计较啊！灾祸啊，就未发生啊！这灾祸就是冲突啊，矛盾冲突就无咯。对于心肝来啊，该消毒。第三公饮，伊讲了三个饮字啊。这也祝冤家将出问啊，咱生生世世，甲一切众生结偌济恩怨债务，生生世世啊，纠缠袂清。那我袂当忍，也会麻烦这些众人，绝对袂当避免的啊。最后一个是修啊，修就是放下。所以啊，伊教咱这个四个方法：定灭、了事、忍让、放下，拢是拔除三毒烦恼的落手的所在啊！讲了足好个啊！咱真正了解咯，真正会当安尼来修学，道业才会成就啊！讲道业其实伤悬咯，咱也毋知啊，什么叫做道业？咱啊，讲到最贴切的。这个所在呢，最千钧的所在，你的生活幸福美满就会得到咯。那精神生活也得到，物质生活也会得到。你求功名，求富贵，这拢是好的方法，正当的方法，如理如法，你所得到的，这是真实的福报啊！无合理，违背真理，不如法，你啊所得到叫做造业啊！眼前虽然有贪到一点小便宜，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有报应的啊！如理如法去求到的，这是你应当享受的。这个道理咱拢爱捌。后面一句“九通六经”啊！这是无耻啊，所以合头前两句话贪嗔痴，这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啊。世间所有一切善法，对于这所在生的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这句那明仔再来讲。